家进秋兄弟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大家太客气了，太客气了，大家多饮几杯，不醉不归啊！来来来来，请坐请坐请坐。为什么不再爱你？爸爸，谢谢您为我学成归来准备了这个丰盛的酒会。哎，学成，这是父亲应该做的。谢谢爸爸。你叫我纵横双击。从前的事怨不了你，怪我自己太无知太轻视太爱你。从今以后只能忘记我俩的爱，不要再提起，想不开啊，跳楼自杀是最愚蠢的举动了，你知道吗？蝼蚁尚且偷生，你又何必这样呢？先生，您弄错了吧？谁说我要自杀？我才不那么傻呢。对不起，我误会了，请别见笑。不会的，其实你也是一番好意。小姐，我先生，你可以放开我的手了吧？哦，是的，是的，真对不起，我今天太贪图了。你是许仙小姐吧？啊，你认识我？那边不是写着红歌星许仙小姐吗？谁会不认识呢？谢谢您，您太客气了。其实许多人对我们当歌星的都有成见，你说是吗？哎，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工作是神圣的，干哪一行都是一样的嘛。哦，你真会说话。许仙小姐，我想请问你一下，刚才明明看见你是想……哦，
是这样的，不小心我的丝巾掉到栏杆外边去了，正想把它捡回来，你就……哎呀，我真是太糊涂了。好，该罚我把它捡回来。不过你可要小心呀，否则自杀的可是你哦。你放心好了。许仙小姐，丝巾还给你。非常感谢你。这谈了这么久，我还没请教你真姓大名呢。我姓邱，名俊成，刚从美国留学回来，不过没有真实的学问，只有骗人的闲头。哟，原来你是留学生呀，真是失敬失敬啦。怎么，你又在取笑我了？姐姐，姐姐，妹妹，我在这儿呢。邱先生，我妹妹是来接我回去的。哦，她就是你妹妹。哎呀，姐姐，你怎么躲到这里来了呀？哼，害得我到处找你。太晚了，我们也该回去了。啊，好的，邱先生，再见。再见。回头逛呢，人家已经进去了。姐姐，姐姐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人家已经进去了，别那么死心眼的。哟，他长得好帅呀。他是谁呀？他，我偏不告诉你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他是我的未来姐丈。你笑我，看我打死你！姐姐，看我打死你！姐姐饶命！你还敢说话？不敢了，妹妹不敢了，姐姐饶命啊！水仙，你是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呀？小小的水仙花，好像是要说话。你要说什么话，小小的水仙花，小小的水仙花，小小的水仙花，是不是风吹，是不是雨打，你有点害怕，小小的水仙花，我不愿离开他，我心里放不下，小小的水仙花。水仙，你真美丽的像一朵花呀。嗯，你贫嘴，我不睬你。小小的水仙花，好像是要说话，你要说什么话，小小的水仙花，小小的水仙花，小小的水仙花，是不是风吹，是不是雨打，你有点害怕，小小的水仙花，我不愿离开他，我心里放不下，小小的水仙花，小小的水仙花。水仙，我大学已经毕业了，虽然我是个有钱子弟，但是我不想做一个靠父母生活的人，我要找一份工作，自力更生，来维持我们日后的生活，更不想你再过那种抛头露面、夜饮高歌的生涯。水仙，等我找到工作，我们就马上结婚，好吗？俊成，我们萍水相逢，而且
我又是一个歌女，我怕你父母会反对。水仙，我爱你根深蒂固，就像这岩石一样，海水冲不走，人也搬不开，不是外部的力量可以动摇的。俊臣，你对我太好了，但愿我俩永不分离。有什么事吗？啊，刚才隔壁袁老伯来过，想把他的千金陆续小姐许配给你。啊，大家门当户对的，而且听袁老伯说，他年事已高，将不久于人世，就是为了女儿的终身大事，所以他才放心不下。啊，经过商量以后啊，你母亲和我都很同意这门亲事。爸爸，陆续跟我志趣不同，勉强结合是得不到幸福的。而且，我心中已经有了心上人。爸爸，我希望您能成全我们。什么？你和那个抛头露脸的歌女的婚事？哼，你这是做梦！你和她的事别以为我不知道啊，我只是不想提她罢了。你也不想一想，我们邱家世代名门望族，让一个歌女来做我们的儿媳妇，让亲戚朋友们耻笑。爸爸，现在时代不同了，当歌女是正当的职业，而且她又很真心的爱我。
哥你他会真心的爱你吗？他是爱你的钱。爸爸，我不用说了，我已经决定把露西娶过来，你要好好的准备准备，而且要马上离开那个歌女。哎呀，糟了糟了，时间已经到了，我得赶快去公司里开董事会啊。郑晨，你自己在家慢慢好好想想，我走了。我不住的沉思，我怎么办呢？水仙，爸爸要我离开你，我怎能离开你？我怎能离开你？我怎能将你弃？你常在我心底，心默默语。原谅情长相守，在一起用沉默。除了你还有谁和我为友？叫做水仙花，愿你守在一直永陪心中。花虽好有时枯，只有爱不能移。我和你共始终心默默语。水仙小姐在吗？我就是。哦，不知这位老伯伯找我有何贵干呀？我是俊臣的父亲，有事想和你谈谈。哦，原来是邱伯伯。嗯，邱伯伯您请进。哦，您请坐，我去倒茶。哎，不不不，不用了不用了啊，不用了。我是一个爽直的人，不妨直说。我今天来的目的是让你离开俊臣。伯伯，伯伯，请问我有什么地方是您不满意的？还是我做错了什么？还请伯伯多多的指教呀。我可没有胆量指教你呀。 因为俊臣最近要和一位有钱的千金小姐结婚啊，希望你能通情达理，尽快离开他，免得耽误了他的前程啊。不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。水仙小姐，你不相信也就算了，也许你能看在10万块钱的份上离开俊臣。喏，这可是10万块钱的支票啊。不不不，伯伯，您误会我的意思了，我是真心爱俊臣的，绝对不是为了他的钱。请您把支票收回去。而且我肚子里已经有了他的骨肉。什么？你跟他，你们已经有了？哼，这我可不管了。不过我得警告你，今后你可不得再与俊臣见面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伯伯，我走了。伯伯，伯伯，俊臣，难道你真的要和别人结婚了吗？该怎么办呢？
错，我是一个卖唱的歌女，我不配，我不配。他配的应该是千金小姐。清晨，你要跟他结婚，你去好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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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姐姐，姐姐，姐，你怎么了？你哭了？你为什么哭呢？告诉我说，他最近要跟一位千金小姐结婚。啊，好啊，原来他是个负心的人，看我找他算账去。妹妹，妹妹，你别冲动，算了吧，吃亏的多数是我们女人。为了忘记过去，我们还是离开这伤心之地吧。哎，姐姐啊，你太懦弱了。好吧，走就走，走就走，我先去收拾东西了。
白水仙是给爸爸逼走的时候，我怀着沉痛的心情离开了贪钱如命的父母和不值得留恋的家，在茫茫人海中去寻找我心爱的水仙。几个月了，今晚窗外下着茫茫的细雨，衬托着暗淡的月色，真叫我忘不了分别多时的俊臣。
他祝福你的叮咛，一声声忘了，忘了他的实在是太可怜了，竟然瘦得不像人形，还没忘记那个负心的俊臣。再这样下去，恐怕会快疯了的。好，等我过去劝劝他吧。姐姐，姐姐，妹妹，是你啊！别再想了，人家恐怕早就洞房花烛了。你又何必为他哀尽相思呢？快睡吧，免得着了凉，影响肚子里的孩子。我知道了，妹妹，你先去睡吧，我还想在这儿多待一会儿呢。哎呀，你也太痴情了。交加的晚上，姐姐她要生产了，我在房门外焦急地等着医生为姐姐接生的消息。请问你是不是水仙小姐的妹妹？是啊，医生，我姐姐她怎么样了？恭喜她生了一个胖娃娃，是个男的。啊，太好了，我姐姐她真行，我最喜欢胖娃娃了。可有件事我要告诉你，不过你听了请不要太难过。到底怎么回事？真不幸的，当你姐姐生产的时候，因为身体虚弱，再加上流血过多，虽然我们尽了所有的力量，也没有办法挽救她的生命，只能保存她的孩子。什么？我姐姐她？医生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救救他，他不能死，我们俩相依为命，我不能没有了他，我不能没有了他。你冷静一下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哎，现在还有半小时的生命，你进去见见他最后一面吧。好的，医生，谢谢你。姐姐，你觉得怎么样了？要不要喝点水？没什么，我觉得全身软绵绵。妹妹，你为什么哭了？不，我为你高兴的流眼泪而已。自从父母亲很早去世以后，我们就相依为命，受尽人情的冷落。你对姐姐那么好，姐姐不知道怎么感激你呀。
姐姐，但愿我们来生再做姐妹。妹妹，你说什么？啊？没说什么，我只是随口说说而已。像俊臣，像极了。这孩子虽有妈妈，但是没有爸爸，太可怜了。妹妹，希望你别像姐姐这样遭遇到悲惨的命运。哎，姐姐，你的命好苦啊，天天遇上负心的人。
把孩子抱过来，让我看他最后一面。快，快，姐姐，姐姐，你不能死，不要离开我，姐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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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经过千辛万苦，终于查出了水仙的地址。不错，就是这儿。喂，请问里面有人吗？是谁呀？是我，俊成吗？
好啊，原来是你，我正想找你算账呢。哎，为什么生那么大的气？我没得罪你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吃了不少苦头才找到这里的。哎，你姐姐水仙呢？为什么不见她？哼，亏你还有脸来见她。你不是和那位千金小姐结婚了吗？你还来这儿干嘛呢？别提了，就是为了反对和她结婚，我才逃出来的。什么？你逃婚了？不错，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水仙，我什么人都不要娶。我曾说过，我爱水仙是根深蒂固的，就像岩石一样，海水冲不动，人也搬不走。哦，姐姐，姐姐，原来俊成哥是那么的爱你，他没有改变心肠，你该瞑目了。兰兰，别哭，兰兰别哭，快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俊成哥，你来晚了一步，姐姐他啊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水仙他到底怎么了？俊成哥，你来，那静静躺着的就是姐姐。水仙，水仙，我来了，我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了。你看，我带来了你最喜欢的水仙花。连最后一面也不让我看到，水仙，水仙。眼前是一片昏沉，是谁害死了我的爱人？水仙，从此以后，我俩天南地北，阴阳相隔，往日的春梦，只留给我痛苦的回忆。惆怅的岁月，叫我怎能自己度存呢？我的爱人，我的水仙，我多想和你成双对，有谁知道，有谁知道无情的命运来临。啊，在这个雷雨的深夜里，抛下了我而去。啊啊，问一声我的水仙，没有你我怎么活？是谁害死了我的爱人？
晨哥，我抱着的婴儿就是姐姐用生命换回来的孩子，也就是你的骨肉啊。啊，可怜的孩子，可怜的水仙，我欠你的太多太多了。锦城哥，身体要紧，你可不要太伤心了。水仙，你难道就这样忍心离我而去吗？你看，我们的孩子正需要母爱，水仙，你不能离开我，你不能离开我，水仙，水仙。